就看你们六康堡的平民百姓，来吧。干，刚才没六康堡呢，八康堡就可以了，七再一康。啊，有点危险，我来停。看来太高估我了，不是说我太低估他了，好不好？是我太低估他，还没公开他送。哎，我感觉这个有点，对，我开打之前我就讲说，我觉得会有定期大死，因为梦魇级他看起来就是梦魇，就是还是很难。我看来要关卡要看级。来了。漂亮，不是五，是五康宝，不是四康宝吗？不是四康宝，刚是误会吗？妈呀，误会一场，靠北啊！哦耶，大力打，用力打，鞭他。对，用力鞭就对了，这时候也是用力鞭，你那个状态带到下一回合应该是没有关系吧？对，应该没有关系啊！干，那回合算的会不会太刚好啊？哎呀喂啊，叠珠啊，看到没有？因为转珠不是很好，所以只能靠叠的。不好鬼呢，这不好鬼呢。哦，刚才我弄掉，应该已经上照了，多喝多喝。木龙手吞一颗比较省，这招漂亮，这是谁啊 ？What dash？ 这是一种方法，对，以前我示范过吃屎吧，一时通关的打法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，大概这个概念啊，卡多了个精的掉，直接卡多了个精的掉。那不是金啦，冲他小锤不是青，什么金的咧？恭喜啊，小朋友！嘿，阿咧你的宝咧，你假假哦 ！Oh my god， 他那里好过好硬啊！应该是灌得过去了，刚刚好了哈。啊，绝对！没有绝对，他直接就给你死了，没有什么绝对跟不跟的。你老师嘞？干我找一下我的价值。我再加。干你啊！你娘干得好啊！干你啊 ！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发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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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给你球嘞，嘿！干，这是受得了？不是200多万而已吗？为什么那么硬啊？奇怪，一波没有100万吗？干，难道要手短六康哦？我们就是要楼子就好，不要破坏。又说手机不要乱摔。我们有个工会，有个成员，基本上我就不讲说他是谁了。对啊，据说他好像会就是会乱，都东西乱飞之类的这样。对啊，我就跟他讲说用楼子。对，这是一个很好发泄情绪的方法。对啊，而且你要拿那个废纸回收，或者叫人家 DM 那个不要的那种，没有。找不到纸，转身拉那一只海豹来喽！不好鬼呢，不好鬼呢，
你看我过个遮辛苦，你也无，你嘛无较好过啦。你讲较紧啦。直排舞，你当我是啥？我平民百姓，我三到五你就爱直排舞。直排舞诶，极限诶，我直排四的紧绷啊啦。哦，防十二万是不是？哦，那个谁啊，突破了盲点，这是谁 ？A Avatar 是不是？七八六六，谢谢你，原来是有十二万的防。这不用看了，一次是掉两颗了，好，这就不解释了。第一期的死因那个就会减上去哈，就是一波大力的给它转下去哦。不行，我不能这时候一波大力的转。我要做一点点小小的作为。你妈妈的嘞！我看了有点生气耶。好了，全部走，全部走了，全部走了。想说留一只那么好，一排五颗，没有啦，四颗就有了，乱讲，四颗，我示范给你看，注意看喽，四颗，两排就有了。那个十万个为什么，那根本就乱写，一排是不会有倍率好不好？什么消除支牌就有，你许光是升华剑哦，哎，个无赶快的物件，对吧？他说有啊，有倍率啊。哪有？告诉你，我是他，我怎么会有啊？有倍率啊，一倍啊！干，一倍你都会出来？哦，没有增加吧？一倍你跟我说，有倍率啊，一倍，没有增加倍率吧？会死哦，没心，谢谢你，该温死耶，将来温死耶。叠珠有没有干掉？一定是没干掉，这绝对哦！干掉了耶，莫名其妙就干掉他了，哦，真是佩服我自己。哦耶，一倍对吧？一倍讲得出来，干，这样你讲得出来，干你好意思讲，我都不好意思听了。有啊，有倍率啊，干我马仔一倍。哦，一排一倍，两排 1.1， 三排 1.2， 四排 1.1 1.2 1.3 1.4 1.5， 所以只有一排是没有倍率的，是没有增加倍率，应该这么说。我想一下怎么消哦。干，这龙科博出来消化一下没？哦，好，就是新珠够多，妈呀，那防御力是超级高的，干，超级高的，高到他妈我吓到脸都绿了。血转啊！两组应该有回来吧？应该有回来吧？我两只妖精哦，我两妖哦，两妖哦。干我两腰，你八道腰，林老师哎，你在死啊你！乖，我不亏，鬼龙可以死，鬼龙对，鬼龙可以死，也死。哎呦喂！哦，我先亏龙可以死嘞，这时阵亏就没死，那亏木的死，听我的，听我，听无我都无法度啊。我跳舞，跳舞，跳舞，跳舞！你开木头到，头到安尼个境界，你要死啊！好，一死啊，安尼就好啊，安尼场精都袂精掉啊，袂精掉，你这设计的关卡有点难哦，三到五 combo 不是那么好过关，其他观众过起来会很难哦。啊，缺钱啊、哦？好吧，情有可原，我们也不能说些什么，毕竟赶他倒了，我们也没好处啊。干，那你可不可以不要设计那么难啊？
8000多而已。不晓得为什么我油然而生的一个念头，我想要吃掉一只就好了，而且我想要吃这一只。哦呦喂，因为我技能还没出起来，看到没有？看了吧？应该是不会这样被我锤死吧？你是火的哦，你是火的，你就要像样一点哦。消魂牌，记得这边我是消魂牌哦。看那个倍率有没有？天与地啊！为了证明消一牌到底会不会增加倍率，我们来为各位示范，到底一牌会不会增加倍率？哎，平民百姓实测后面那四个字，五个字不是胡乱。看一下有没有发光？哎，没有，没有发光。哎，只有那个剑，只有那个剑没有发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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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绝对没有发光。都是一波后乱。哎，没有发光，一倍嘛，我在了，一倍的，我在了，我占了一神一倍嘛。下一关是越战越强，鸡哈，会鸡鸡的那种，400多万，感觉有点痛。我个人建议把这只带走，但是不要消木珠，大概是这样味道，但这个要点技术，看我怎么弄哈。这个比较难一点点的，哎，大概是这样。哎，干，多一大炮弄掉，再一次啊，靠背啊，你嘛较配合的，好不好？干，不知不觉就把它转光光了，你老师哎，为什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？400多万哎，只有一只木屋哎。会死哦，会死哦！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。过来 ，OK 了哈。啊，最后最后瑞宝给你过来，不会有伤害，不会有伤害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绿珠啊！漂亮的绿珠哈，啊那我绿够够多吼，我只能说你好棒棒哦，我只能说你好棒棒。嗨，这样够了吧？你还想我怎样？啊？你还想我怎样？你可以告诉我啊。啊？技能确认了，来我确认一下，1.5倍哦。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吗？啊？没那么简单啊。超强攻击的计算机就要出现了，什么敢被卡欧兰？干这种暴力队伍居然还要拿来算？对啊，你这关卡设计太 G 巴了，没办法，我一定要算一下。来，1581，1476，1249。989，要带两只妖精啊，攻击力被吃掉了。1581，好，注意看哦，我需要几 combo？ 1、2、3、4、5、6 combo， 天降7 combo，OK 吧？不过分吧？手转哦，7 combo。同色有几 combo？ 我当它是2 combo， 因为我有一组木珠加天降。那总共几颗木珠？总共几颗木珠？五升。哦，首先第一组它有强化珠哦，它会升一个强化珠，所以第一组是5升4。哦，这要记得，5升4。第二组升3升3。哎，5升4，3升3。2、2、2、3、3、2、2、2。靠北的冲他死啊！4+3。3、2、2、2、16颗哦，16颗啦，包含一开始的这5颗哦，所以我总共有21颗，哎、欸，都看得到哦，都看得到，我看一下你看不看得到？哦，21颗，
21颗，21颗。那个开什么技能呢？算一下比较安全。我知道你们可能会有一些建议啊。几倍？头尾几倍知道吗？应该是339倍啊！我小可袂记啊。安然狂人，安然。嫌东嫌西，不要看就好。等一下哈，谁在嫌东嫌西？我看一下。不骂脏话。哎，你不认识甘宁吗？那你要去看一下那个《三国志》啊。甘宁不认识吗？啊？什么硬凹？没有啊，软软的凹啊，哪有？有吗？我看一下，有吗？是有人。有人要来钓鱼还是什么之类的，我看一下是谁哦，我看一下哦，叫百姓不骂脏话肯定不到几次，谁啊？甘宁就是干得好的，人家甘宁他妈就是干得好，漂亮，到底是谁？干算了，我不要浪费时间了，没看到。如果你再出再就是大家不要来这边吵架，大家是来玩游戏玩开心的。哎，不要让我看到，我会把你编掉。对。啊，不认识甘宁，我就说了，你可以去看一下《三国志》哦，看一下哦。还有1.5倍。没有哎，339哎，九哎。小算盘用滑鼠开，结果一不开才发现是百姓开。你以为是你的小算盘、啊？哦，九倍哈、哦，等一下、哦。我建议各位还是跟我一样用算的，因为打到这边，你每次用你的石头去那个北河啦，用那个北河啦，九倍，还有我1.5倍哦，一，还有没有其他的升华剑行不行？玩的不开心，不会啊，我很开心，跟你玩我就开心，这是重点。升华剑哦，这是1.1哦。这是1.1哦，两只1.1，三只1.1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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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.1，1.1，1.1，跟你们玩我才会开心呐、啊，自己一个玩我不是不开心，就是没那么开心，懂吗？节目效果 ，What the shit？ 其实知道人都知道节目效果，啊，没有那个不知道的，是找麻烦才会不知道。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？你就是故意来找茬的，才会说，啊，你就干嘛才会这样嘛、啊？哦，所以我也很客气的跟他讲。哎、欸，但是真的实况组每个脾气都那么好吗？真的吗？你真的以为他们就笑笑啊？对啊，谢谢指教，我来干你个给笑。心里讲，看嘴巴讲说谢谢指教，心里讲说甘宁他妈干得好，对，才会让我们 GG， 对不对？这就是事实啊，懂吗？这就是人啊，不要装了。对啊，我就是不喜欢装了，因为其实。我就已经开实况了，我就是干有什么情绪还是什么，我会觉得就是抒发一下，大家看着笑，大家爽，我GG无所谓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重点是大家开心的、啊。好、哦，17.9685倍，好、哦，17.9685倍，好、哦、啊，这个木开下去是，是几倍啊？靠北有点忘记了，能过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哈。我都会忘记啦，因为我是不太记这个东西，我是用来算，不是用来记的、喔。提升40哦、喔，就是25+40，65%哈、喔。来，65，65，65，65，65，65，哦，基本上17.9685倍哈、喔，17.9685倍，哦、喔，这已经算到小数点下第四位喽。可以打多少攻击力？4132673.51啊！413万，428万，代表一定是开干不掉，一定是干不掉，不相信是不是？来，今天玩点特别的，今天最特别的是这个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我有个强化猪，等一下还会再生一个强化猪，我干这下省了。哎、欸，蛋嘞，我干一下，等一下掉不掉？哎呦，干这边有多算呢？好加载，我再算一下，五颗升4。5678910111213141516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12345678910111415161718191920121颗当中有2颗是强化的，所以减2啊，19，哇，超级精算，超级精算，
超级惊人。今天算到底了，今天我跟他卯上了，防御率多少？我们来看一下，2380，你们今天将可能看到历史的一刻喽，哎，有11900万的观众，对，啊，看 GG 配显示器啊，算超久，哎，算超久跟打超久，你要选一个哦，你只能选一个哦，嗯，我这样一算就是一直过了，啊，我继续就是一直吃哦，吃什么？加塞啊，不加加九桃啊，41005970。就是所谓的绝对更新。假如底下没有天降，没有天降，没有天降，他 GG， 我抽一张 ，OK 吗 ？OK 吗？我确认一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 combo 对，没有天降，他只会天降一波嘛，第二波第一波的那个天降算进去哦，第二波不算哦，懂吗？总共7 combo， 因为他有8 combo 以上哦，他就 GG 了。如果没有八 combo， 对不对哈？就是七 combo 啦，我就抽一张，没算错吧？应该啦，算错了你应该觉得很好笑。注意看喽，注意看喽，注意看喽，刚刚好。什么叫绝对更新？我示范一下什么叫绝对更新。你俩在用九桃来试绝对更新，干这桃花派，我就是桃花派，干。注意看哦，绝对更新今天就要出现啦！12200，靠北，怎么人数一直上升了、啊？注意看哦，因为大家要看笑话，不是、啊，大家要看 GG 哦。注意看哦，假如没天降，没有天降的 GG， 我就抽一张。只有七 combo， 应该说八 combo 啦，八 com 哎、欸、七 combo， 假如他 GG 的话，七 combo 他 GG 的话，我就抽一张。哎、欸，来，12345，天降。一 combo 啊啊！不好意思，上面多了一颗，所以他已经死，而且还死 combo。再见啦！哦，刚刚上面我赶快偷看哦，哎、欸，因为他多掉了那一颗，哎、欸，那一颗攻击力就不一样了，你懂那个意思吗？哎、欸，我又赶快讲哦，哎、欸，多了那一颗那不算哦，啊，他又掉死 combo， 那温系耶，两只牌 1.5， 要我有算啊，我有算啊，自己看这边 1.5 啊，有吗？哈、哦， 1.5 三个升华剑。哦、啊，因为上面又多了一个木啦，所以它必死无疑啊，它必死无疑啊，多一个还多两个吧？我看一下多一个，假如多两个的话了，我们看一下，多两个会它会不会 GG？ 440，多两个也是 GG 啊，多一个的话嘞，我看一下，多一个搞不好也是 GG 哦，不要小看那一颗哦，多一个的话429万，429啊，它还是 GG， 哎，不一定有扣房哎，429万，哎，多一颗不会 GG， 多两颗才会 GG。好、哦，那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已经把它GG了。啊，你要盖啊？要盖啊？看到没有？我一直都没开机哦。你要不要算？你说你要不要算？啊？你说你要不要算？想一下，思考一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重新再打的时候，有没有？重新，你现在正在重新进关嘛？我正在吃着咸酥鸡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啊？要盖啊？你现在在重打关卡，我在吃咸酥鸡了。我现在在第几关？啊，第六关我来讲，啊要看啊、哦，有没有算是有差的、啊？扣房扣过有了，我刚看了、啊、扣房扣过，不扣房是后面的。就只要多一颗的话，那个420万多一颗不会死，多两颗才会啊，多一颗不会、啊。那427啊，讲错了，他428刚好不会死，最后还是会 GG。哎、欸，呸！靠北，喷出来了，不要乱讲话。嗯，我看一下，我们技能全部省下来，多爽啊！舒服，给他一波带走哦。这个叠珠是失败的，因为我来不及了。舒服，看到没有？技能全部都在哦，都没开哦，多爽啊，超爽！虽然说不知道在转什么，可能就是一个想除技的氛围吧。除个屁呀、啊！哎、欸，你技能跳了，你除个屁呀、啊！
加官附加家族继承重置哦，双重风化，舒服。所以一定要关木屋，没办法。我个人建议是开龙科啦。第一波就开了，因为这干这血有点多，而且你有没有增伤？你会增伤，最好是一波带走了。我个人建议是这样，我是建议而已，我没有说一定带得走。嗯哼，没错，带不走，带不走，好硬的一个 boss 哦，带不走。哦吼，一百一百，太终极。计算机概念实况台林哈利，说错了，啊，不，说对了，说对了，说对了哈。要出什么？出什么？贤淑狙，专业的狙击，这就是，这是专业。还没他妈吹牛，他妈炸掉。我看一下这是 CD 几啊 ？CD 二 ，OK 啦 ，CD 二就可以。你可以开木屋啦，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开木屋啦。要记得那个尽量都要消掉哦。靠背啊！干！我刚犹豫了一下，结果没削到，因为那个珠子会成为你人生当中一个莫大的珠啊！干你老师！你要做节目效果不是这样做的，这样危险会死。靠背。我想一下，搞弄太多猪，弄到自己了。他打多少钱？12780 ，OK 的。弄太多风化会搞死自己哦。首要第一个要件，消风化。第一个风化一颗扣多少？3000D，可以跟他换，可以跟他换。因为不换你可能还是 GG。对，大概是这样的味道。哦，这很贪心，有没有？直接下面消，一次把整排全部消掉，差点断心。这边磨过去好了，我觉得太危险了。就是你可以不用削直排了，我个人认为是这样了，因为那风暴卡在那边，你才危险了。这边做一个叠珠哈，叠什么火珠哈，火珠。那两个光珠有点碍眼哦，重点是那两个光珠还不让我动它呢，我没办法动。这最怕是没削到四康波，那两个光珠还贱的啦，真的，干在玩我。桌子全部卡住了，我
开巴比伦哦，干，真的要开吗？不消心，消杂猪，不然我觉得这个局好像有点问题。会被他玩死啊，各位！没办法消哎，操！没办法消哎，这是要斜转斜到哪里去啊？该撞就撞，不是啊？看现在连撞都有问题啊！不瞄啊，不瞄啊！开这只，等下我想一下，不是开蛇女，开蛇女才要搞头。妈呀，你这个猪子真的是太靠背了，真的是太靠背了，真的是。不是我在讲的，这是个干有点鸡巴哎，他完全就弄在那个刚好缺的那一颗哎、欸，送走了，你现在走啊？我下一关怎么办？啊？全部开掉了齁，有点小小的危险齁。这只肯定出不起来了，所以不用看他了，不用看他了。对，他脸都歪了，你看看他咧。开一只这个齁。干不妙哎、欸！一九倍 ，OK 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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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中毒78。三回合，我怎么觉得直接碾是一个方法呢？靠，那两只妖精哦，我跟你讲哦，哎、欸，有点抓痒哦，快点啊！爱亏嘛，干，哎、欸，无亏干那袂使嘞，干上危险嘛，不能跟他玩，注意看喽。看我怎么样用这一只啊！哎，怎么好像用不太到的感觉？有啦，还是有用到啦。我还一回又得补血，干会不会存到？不可能，这是出不到。干睡尾王之后一波带走的机会。干，那我用力存一点哦。
看怎么会长这样啊。干是硬活下来了啦，可是干我打不打他不会痛欸。那个熊啊，哇操。等等记得关木屋，靠腰要关木屋哦。你老师也谢谢你。干可是问题来啦。棺木过了啊不要短信，千万不要短信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不要短信，不要短信啊、哦、干不是这个实在太可怕了。啊、哦，最后一波，你妈妈的，啊、哦，撑不到了，干，干你没死我就要死了呢，应该是他的死啦，应该是啦，哦，应该你会死吧，应该你会死吧，拜托啊，你的今晚要死啊！我少一 combo， 当然可以带走啊！我少一 combo， 我少一 combo， 我少一 combo， 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少一 combo，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过得了啦啊，过得了啦啊，过得了。征求这个13万4400的观众，吃按一，不吃按二，投票吧，吃按一啊。不吃按二，好吧。我青菜了，我不差了。反正通关攻略是教大家怎么过了。对了，主要目的是这样。邻居投诉你太大声了。你妈问你发生什么事了、喔？好，看得出来，一啊，应该是不用看了，一比较多一点。因为大家知道过得了就好了，这是重点。所以这两个都来不及啊！问题是我吃了过不过了过了下一关，这才是问题。现在我一样要转高 combo， 模拟正常的状况，我要转高 combo。我觉得我不能用这回来做绿珠，这样才叫合理，懂我意思吗？我不能用这回来绿珠。哦，这回绿珠这样就不算了。哎，手转六 combo 应该是及格啦。等下丢啊，插我这。差多少？差大概10万，是不是？你妈妈的嘞！不用看了，亏嘞。我个人认为啦，吼，这一关是就是不要一波带走，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。我有我的道理，看了就知道。消了两康不？再死了我，亏嘞，亏嘞，干再死了我，刚不想消错了，干这样有点危险嘞。我们觉得，干，如果不想要预兆，操，我觉得你不想要预兆，不可能、啊，我开了两只啊。如果跟刚才一样做一个六康博的水准，应该是可以一波带走。
就看你们六康堡的平民百姓，来吧。干，刚才没六康堡呢，八康堡就可以了，七再一康。哎呦，我想我来，停哦。